越来越不喜欢美国，除了他们的好莱坞电影、爵士音乐和 Netflix， 也很受不了西部牛仔式的美国大帝康。不管多美的少女讲出的，都感到刺耳。最佩服的是他们什么都可以开玩笑，连总统也可以公开讽刺，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的。Stand up comedy 是美国人的一大专利，其他地方很难学到模仿，要有很高的智慧才能享受得到，也需要对美国流行文化有很深的认识。整个美国也只有纽约才是个大都会。当然，我说过多次，纽约是纽约，纽约不是美国。纽约人才制作得了像 Saturday Night Live 一样的节目。除了纽约，美国是奥克拉荷马、田纳西等乡下，乡下人才选得出像特朗普一样傲慢又无知的总统。所有的单口相声一出来就嘲笑特朗普，他的口音、他的手势、他的神情等都最容易模仿。学得最像的是 Alec Baldwin， 他的讽刺还常被当成新闻来播出。另外还有一个 Daryl Hammond 的模仿特朗普已是他的终身职业，也用此来制作电视专题。深夜节目的主持人 James Corden、 Stephen Colbert 一出场必先讽刺特朗普一下，他们的样子不像特朗普，但是声调却能扮得一模一样，实在需要才华。另外一个冒牌的是 Trevor Noah， 这个南非来的喜剧圣手在2015年接手了热门节目 The Daily Show， 观众们并不看好，因为原来的 Jon Stewart 太过深入民心，以为没有一个接班人可超越到他。可是渐渐地 Trevor Noah 显出他的才华，在饱受种族隔离长大的他，道出了无数的其他民族的辛酸，而美国都是由这些外来的人民支撑下来的。 Noah 很有眼光，看中了华裔的单口相声 Ronnie Chien， 这位原名浅信伊的马来西亚华裔媒体人。他一样在西方社会中饱受歧视，利用了本身的经验化为深度的讽刺，看着他一步步地成长，实在欢慰。目前他已有个人的舞台表演，拍成节目后在 Netflix 播出，非常好看，不容错过。单口相声不是一种容易做到的行业，需要急智，也需要超人的记忆力。他们一个人站在台上一说就是两个小时，能做到的人并不多。搞搞者自古以来的 Lenny Bruce、 Louis C.K. 等等，当然别忘记 Woody Allen 和 Steve Martin 等电影明星都是这行出身的。所有的单口相声中最厉害的还是 Robin Williams。 此君学谁像谁，笑话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开口成章，任何严肃的场合，只要他一出来，即刻变成一场停不了的闹剧。他用的材料是无穷尽的，而且一层又一层地剧烈，加上身体语言，已经进入疯狂状态。很多学者的分析
是他一定有可卡因药物影响之下才能做得到，但更多人相信还是他天生的才华，一触动了就不可休止。最记得的是他和一个叫 Stephen Fry 的英国演员一同出场，最初乖乖地坐在 Fry 身边，插不进嘴，因为 Fry 自称是伪学者，又不苟言笑，同时是个同性恋者。过了一阵子， Williams 终于忍不住， Fry 绝的学术严肃题材他总可以鹦鹉式地模仿，再加入自己独特的野笑发言来抢镜头，但笑料不低俗，弄得 Fry 啼笑皆非。这个片段还在 YouTube 上找得到，其实 Williams 的众多演出已成为经典，都可以从网上找来重温，是一流的视觉和听觉上的享受。可以和 Williams 匹敌的有 Richard Pryor， 大家都知道他要靠药物才能上台，有次还因用了旧的吸食器爆炸而受伤。另外一群黑人单口上升的有 Chris Rock， 还一直在表演， Kevin Hart 也是成功的一个。还有已被遗忘的 Eddie Murphy， 最近他东山再起，但拍的 Dolemite Is My Name 并不好笑。女的单口上升也不少，出名的有 Joan Rivers、 Phyllis Diller 等都已是老牌子了。新出来的有 Amy Schumer， 此猪比起其他伴偶算是略肥，她拼命搞笑，但并不是天才，所拍的电影也都失败。较为显著的是 Saturday Night Live的成员 Kristen Wiig、 Anna Gasteyer 和 Vanessa Bayer。 黑人肥女友 Leslie Jones， 她实在丑得厉害，在节目中经常勾引报新闻的 Colin Jost 简直是她的噩梦。但最疯狂的应该是 Kate McKinnon， 她从前经常扮希拉里，也很像。其实他什么人都模仿，令人留下印象的还有学 Justin Bieber 卖底裤的广告，也经常调戏他的对手 Cecily Strong， 他的乳房，但不会是单口上升表演者最难对付的是一群不笑的观众，这时要破冰，只有用粗口或性行为来开玩笑，当今观众喜欢俗，也没有办法不渗入了，但出到这一招，已是最低的最低，但也是最有效的了。一定需要观众的反应，表演者才越说越有信心，也越说越好笑。近来疫情影响，大家只有逼着在家里做节目，真奇怪，所有高手也搞不出笑来。